今天早起，小弟甲太太柯金妙做伙去菜市啊开店做生意，阿母分工来做准备。这时阵，小弟就会先甲土地公前来拜拜，祈求今日一切顺利。开店做生意，要准备工课相当的多，相当复杂。他的科技庙必须先将猪肉分地切好，小弟就负责将猪的肉来挂好。其实做生意这方面，因两个翁某保持着传统，维持着男主外女主内。太太专心照顾猪肉摊的生意，小弟就负责对外来送货。上去，啊，大家拢会送吗？大家拢爱送。这一礼拜送一次，啊是，大家会送，送无同款。送货是大家拢会送，是无同位安尼。同位啊，无同款的物件。啊，伊这款物件是算一礼拜才做费用。二十外岁时，小弟是开山轿车，太太是家庭主妇，厝内底一切开销拢是靠伊。但是慢慢也想袂到，因为身一名妇女，小弟人生起了变化，过家庭也拢无同款啊。身地先变，啊，车就变过，啊，人就缀伫内底，缀着迄当时嘛，家本身就咧想讲啊，即可能运气啊歹啊，即。做工无死嘛，只好半条命啦。啊，着经过抢救出来了后，才发现讲，这个手臂已经无去啊，叫迄个车道路掉去。当时整个人都戆去啊，不知所措。怎么说？哈、啊？因为突然间发生那么大的事情啦、啊，啊，整个人都唔知变安怎。这场车祸，小弟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却失去一只手。对当时只有二十出头岁的伊，根本都无法度接受。大家拢戆神戆神的过日子，原本真活泼的伊，将家己关起来。后来伫厝内底人陪伴之下，小弟一步一步慢慢地行出来。较消静，较无遐乐观啦。慢慢吼，伫这两年内底安尼。伫出院了这两年，内底拢也有时啊，感暗时啊咧困起来流目屎。哦，啊，怎会想到啥？啊，想到后壁路要安怎行？囡仔啊，还细汉，啊，头路阁无啥阁做，啊，要安怎来经营？以后这日子，他先走出那个困境。因为先家己行出吼，我才有法度嘛真坚强啊。不然我本来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尔。突然间遇到这种事情，每个人嘛是拢唔知变安怎。虽然无了一只手，但是小弟游玩咧做工课，不管是出大日头还是风台天，伊同款送货出去。这款的精神，伊也运用伫救难顶头。凡正是家己渡过困难，所以小弟加入了南投县救难协会。伊讲，当时发生意外时，救助的资源受过欠缺，伊无希望个人甲伊同款受伤。这款的决定，伊的太太全力来支持。好，这个会更简单一点。你熟的话，这个很快哦，几秒钟就可以完。好，那两个。当初是要加入太太是嘛有赞成啊，但是伊嘛是咧想讲，啊你其实有在干做啥货啊？会去影响到人的救助，还是讲？这
工作方面会去人耽误到的，迄嘛是即烦恼安尼啦。啊，内底阮内底只队员甲只后生弟吼，大家拢啊看我真有气啦。啊，一方面我有在做的，啊我来做。啊，我若无在做的，因会来退手安尼。我不知道，一开始也不知道。哎，他好像参加了第二年，我才知道。那、啊、你知道的感觉是什么样的？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这样，这样能，意思说你自己已经这样哈，还能够去帮助人家吗？因为伊就是以他本身的这个经历哈，要来本身这样再去鼓励比他无法走出来的人。嗯”他这样子跟你讲，怎么样？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想法那时候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啦，不过唯一的好处的是啥，我的客人哈，因为他都会修，他都会上报纸啊哈，啊会被采访啊，客人哈都会说啊那是你先生哦，我在那个电视上有看到呢，啊那你感觉一种很安慰的，怎么说？对，因为他至少还能够帮助别人。哎，多好一下，对吧？比较上他比较老。那个不牢固的话，也可以很危险的。中奖。今日急救的小弟，在救人过程其实无输其他成员。难道救人协会讲到伊，拢是相当恶劣？伊这个对这机械吼，真正厉害。你若所有吼，咱安怎抹落去啦吼？伊只不过有个绞盘吼，伊较早时阵都掌握以前吼，伊都倒绞盘啦。啊，即马咱的车是啥？是咱人无头拖靠，伊用个伊这边会绑伫手头，啊，这边绞盘吼，落下底下底扭人起来。哦。哎，伊若对这机械是足内行个。哦。哎，伊就专长这部真厉害。哦。嘿嘿，啊，看伊安是手，伊咧专门头壳，伊头壳会真好。对发生意外到现在，经营猪肉摊已经二三十年。小弟讲，伊现在拢无求啥物，只希望厝内底一切大小平安，简单来过日子。记者陈明婷采访报道。